赵今麦从无神兔眼球略微松垮的肉肉脸，到现在眼神灵动的青春小白花，颜值一整个大飞跃。你们发现没有，眼神有光，皮肤饱满上扬，是上镜好看的秘密武器。有没有宝子拍出照片里面发现自己眼睛的聚光度很低，眼底发黄不清澈，想要给眼睛做保湿去黄，有一个方法，口服叶黄素。我自己试着试着得过双星呢。美瞳戴太久眼睛不舒服的，现在化妆的姐妹们可以试一下。想要提升皮肉状态，脸部的紧致度啊，没有好的睡眠别的白瞎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思维比较活跃，经常性因为焦虑而睡不着觉，就可以试试芳香疗愈。曾经年少无知，我总觉得这是智商税，试了这个很新奇小人发现真香。人家主走一个情绪护肤的路线，看着像瓶香薰油，实际上它是瓶精华水，闻起来就是那种刚走进寺庙里古朴沉静的香味，睡前用它就感觉你绷着的神经被舒缓了，很容易睡着。有一款脸的集成产品，我就说这两个，之前其实有给你推荐过可复美这个胶原棒啊，一支里面是有四重的胶原蛋白，把我们的脸想象成家里的沙发，一型胶原等于沙发皮撑起表皮纤维，三型等于沙发里面的海绵，这个相当于沙发的小弹簧撑起中间主体，最后的迷你小分子重组胶原蛋白肽等于底层支架顶住整体不塌。流行 B5 口碑已经在这儿，我就不多说，想要让脸饱满紧致上扬，来一支这个，再加上一瓶 B5， 就算熬完夜第二天起来脸也超级好。